接下来上的东西就是背的常见的元素，跟你介绍一些常见的元素，介绍一些性质，谁是最怎样的，谁是足，谁最，比如说熔点最高的，熔点最低的，延展性最好的，导电性最佳的，啊，唯一的什么什么，唯一的，我们这里把它背下来。碳，有机化合物的定义，都有碳，有碳。然后自然界它有所谓的同素异构体、同素异形体，相同的元素不同的构造。我们国中课本上有教钻石，有教石墨，还有一个叫做富勒烯、碳巴克球 C60， 课本上有提到它的。叫同素异构体、同素异形体，同样的元素构造不同，啊，所以有一些的性质也会不一样，啊，性质会不一样。比如说，石墨很硬，石墨很硬，可是呢，对不起，钻石很硬，钻石很硬，但是呢，石墨不硬，石墨可以导电，钻石不行，啊，这叫性质会有些不同，钻性质会不同，钻石。透明无色是指纯净的钻石啊，还有一些有颜色的钻石，啊，石墨、黑铅容易剥落，做铅笔芯，唯一可导电非金属元素，做正极，就我们在教电池有讲过，背下来，碳棒做正极，石墨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，然后呢，铅笔笔芯俗称叫黑铅，啊，钻石最硬，我们叫你地壳胶摩氏硬度表最大的石，背下来，然后呢，活性它是多孔的。可以用来吸附杂质，所以你们的滤水器里面都会有活性炭，活性炭，或者是口罩里面有所谓的活性炭，帮我们过滤杂质、吸附杂质用的多孔。然后影音机跟碳粉有关系，用静电的原理把它吸上来，把它吸上来，然后压下去。它里面应该除了碳粉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，什么塑胶粒什么之类的，帮忙那个可以让它固定。不管它，因为我也记不太清楚。OK， 我们就这样。第二个就是矽，地壳胶、氧气铝铁、氧气铝铁，矽是地壳中含量第二位，然后大部分是矽酸盐，地壳胶最多的矿物种类是矽酸盐类、氧气铝铁。我在上理化的时候没有教，我在上地壳的时候有教，有些是理化老师上理化的时候教的氧气铝铁前四位，然后呢做玻璃，二氧化矽十一。做玻璃，然后晶圆半导体，矽晶圆，然后呢，硫黄色，硫黄，硫黄，硫是黄色，硫是黄色的，然后呢，火山喷气筒，火山喷气筒，有一些粉末，然后硫可以做火药，做硫酸，橡胶加，最后的是有机化合物的时候教的，橡胶里面加硫可以增加弹性，可以改变它的性质，改变它的性质，使那个。天然橡胶用途可以变得比较广泛一点。然后呢，二氧化硫无色，有记忆性的味道，这是一个重点。我们很喜欢问硫燃烧，啊，蓝色、蓝紫色的火焰，然后产生有臭味的、记忆性臭味的二氧化硫。二氧化硫溶于水会形成亚硫酸，会形成所谓的酸雨，会形成所谓的酸雨。啊，二氧化硫，注意，注意，还有味道。然后火山里面有硫化氢，然后跟银作用，会让银变黑，所以说你就要不要带银饰品去那个火山喷泉的地方，不然你的饰品就会变黑，变黑。OK， 它也是有特殊的味道，你要闻那个那种硫，你那个温泉啊，硫磺泉的，就闻见这个味道，对，有怪怪的味道，啊，所以会银跟作用，不适合佩戴，记下。再来就是磷，磷这古时候有教，现在不太教。磷黄磷跟红磷有两个同素异构体，然后黄少黄少毒，黄色有毒，黄磷有毒。那红磷很容易会作用，可以再做火场，做火场红磷。这个现在不太教了，看一下就好。好，铁也用比较多的，什么生铁啊、熟铁啊，刚刚从高炉里面炼出来的，含碳量比较多，含碳量比较多的会比较硬。可是会比较脆，容易碎掉，所以不适合锻造，适合铸造叫铸铁。这种含碳量多的叫生铁，叫生铁。然后把里面的碳尽量拿掉，让它接近纯铁，叫做熟铁。因为含碳量多，像金属含碳量很少，含碳量少，几乎是所谓的纯铁金属，所以有延展性，所以可以敲敲打打，所以适合锻造。
所以适合锻造，富有延展造，叫做所谓锻体。啊，一个身体，一个手体，知道一下含氮量谁多谁少，适合怎么样做。然后要做钢，钢就是混合物，它里面在什么之间？那我们国中跟你教一个不锈钢，国中教的是最简单最基本的188不锈钢啊的各个面，各个不锈钢的材料啊。当然其实有很多种类，不要管它。你看现在广告上经常在卖东西，说我是什么什么不锈钢几号的304什么几页，就是有不同的东西，那个我们就不理它了，就不理它了。我觉得我们就这样讲，简单讲就可以了。水钢在之间，然后有磁性的铁粉，这个讲过快绝种，现在用磁粉的，这古时候用的很普遍，什么录音带啊，什么之类都是它，录音带都是它，然后电脑磁片也是它，现在已经电脑已经没有人在用磁片片啊，都是 USB 随身碟啊，然后录音带也绝种，对，反正就是看一下，就是古时候用磁性的氧化铁粉。然后呢，就是背一下就好了。马口铁、镀锡、白铁、镀锡，镀锡的是罐头。你看那个锡上面有个日，像是口，口就可以支，所以就做罐头，就做罐头。马口铁、镀锡、白铁、镀锡，好，背一下就好。当然是铝，要氧气铝铁，所以铝是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，最多的金属元素。然后这是它的重点，我会加两个东西有致命权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有两个东西，我们有教两个东西有致命性，一个是铝，你另外还记得吗？但我就会出现，啊，对，保护内部不要继续受氧化，它活性很大，但是因为有致命层，所以会挡在外面，所以它不会锈透、锈光，不会像铁一样，因为铁就会一直锈、一锈、一锈，就没有，啊，坏。好，铝合金密度小，做飞机材料，飞机要起飞重量轻一点，铝合金。够坚固，然后很轻，有锌、蓝白色，常温下看一看，重点还有致命层。刚跟你讲过了，有两个，一个是铝，一个是锌。我刚跟你讲有两个会生成致命层，一个是铝，一个是锌，把它弄完 ，OK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就是做负极，就当电池的时候有加碳棒做正极，锌壳做负极，氧化锌、白色原料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些常见的金属，前面几个啊，什么致密层啊，什么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之类的，就把它背好就对了 ，OK。